收回来了。好，那你先整理一下。是不是刚从夜市西服里面收了一些旧书？因为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，我还想再看一下。如果有需要，我再买回来没关系。请稍等一下，我问一下。好。你要找什么样的东西？那些旧书里应该有一本日记本，封面有点花花绿绿的。啊，我有看到。在哪里？被刚刚一个小姐拿走了。她要真正日记干什么？她人呢？那东西真的很重要啊。她刚刚也说那本日记对她来说很重要。她人在哪里？她往哪里去了？她刚走，你追出去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她。上课的教室啊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学姐，每次都坐在那里。你不准看。喂，不要破坏公物啊。
是你。好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我知道了。我爸爸。